大家好，我是大叔 Pizza。 这个礼拜的超时空试炼 3S5 出场阵容有奶骑、利亚娜、芙蕾亚、露娜和波赞奴。波赞奴就穿一对 SR 的增速鞋，这样他就刚刚可以开场时立刻放 AOE。 而奶骑就带了群体魔抗帮小芙防断脚，因为娜姆的天赋就会降移动。咁呢個禮拜 3S5 嘅法則啦，就係以 30% 嘅血量復活一次全場生效。咁可以講係佛心送嘅一次一關嚟嘅。咁進場啦，波波而家放一個 AOE 啦，然之後利亞娜再行動，咁令到波波再放多一次 AOE。咁所以波波咧總共有兩次機會透過呢個被動技嚟封沉啦，封技嘅。咁咧一定要拆到二哈避風技嚟開局，咁因為佢嘅絕閃咧係會無視護衞。咁利亞娜嘅再行動頭先講過啦，就又令我哋有兩次機會去拆，咁做所以都唔會話好難拆嚟開局嘅。咁然之後咧就等對方慢慢俾阿小芙慢慢反刺刺死，咁就 OK 噶啦。咁提多次啦，咁記得奶騎要幫小芙上而家群體魔抗啦，防呢個斷腳。咁如果你有霸者勳章嘅話咧，就請無視。咁祝大家順利通關，我哋下個禮拜嘅 SSS5再會，拜拜。すみません。絶望せよ。ご命令を。行動スタート。覚悟しなさい。準備完了。どうかしましたか？ご命令を。これが私の信じる心です。もう私の番？準備完了。はい、どうかしましたか？ご命令を。何をしてるのか分かっているのか？ご命令を。そうだ。ご命令を。まあ、もう私の番？聞いて
うかしましたか？ご命令を。準備完了。